这一大盆15、40多种菜，随便吃，吃多少都可以，而且吃完还可以再去打锅包肉、牛肉段、红烧肉、红烧肉盖饭。到东北的第一顿，吃个自助的菜菜味。这次真来到东北了，这里是辽宁沈阳，沈阳的第一顿，咱去消费一把，吃个自助。据说他家有40种菜，随便吃。哇、哦，拉餐了，拉餐了。这还有饺子、鱼香肉丝，这个辣椒看着不错。溜肉段、锅包肉，15一位，三位是45是吧？一人一个盘，随便拿。锅包肉，哇，太棒死了！溜肉段、溜干尖，来点红烧肉。这一说拌米饭不绝了，茄子、鱼香肉丝。哇，这个大辣椒，酸菜，很快点，这个好吃。肉丸子来几个，炸带鱼，炸鸡，我还热乎了，炸藕盒，炸香肠，这一盘多了，这个小山呢，再盖一勺子红烧肉。绝了，这一大盘15，老板指定是亏了，40多种菜，想也不敢想。保持 ，see you tomorrow。